据英国检视防务周刊社交媒体日前释出的讯息称，国际著名军火商 BAE 公司和曼彻斯特大学联合研发了一款名为马格玛的无人机。该无人机采用飞翼构型，但最奇特的是该机没有传统飞机的控制面，而是通过翼面上的多个出气口进行吹气，以及使用流体推力控制来影响每一面翼面上的气压来进行机动动作。